欢迎做自己的光剧组刘涛、摩登兄弟刘宇宁来到我们新浪扫楼，冲浪吧新同事特别节目，和我们新浪的小伙伴们以及线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Hello，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刘涛，大家好，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在做自己光里饰演蒋俊豪。对，我在做自己的光里饰演何欢。是，欢迎两位，很开心今天能邀请到在我们做自己的光中何欢和蒋俊豪的饰演者刘涛和刘宇宁来到现场，现在我们直播间也非常的热闹啊，太热闹了，持续关注我们，还有更多的福利在等待着大家哟。这里我们给两位老师准备了电脑，接下来邀请两位老师先来体验一下我们微博小编们的日常。好呀，好，两位老师可以先佩戴上工卡，然后我们再开始上岗花博。工卡了，绝了，这是我的卡，先给我剪来，来，我也有啊，你也有啊，谢谢，一人送一台电脑啊，可以的，谢谢，谢谢新浪啊，客气。刘涛、刘宇宁，新浪扫楼发布微博，我们要带上吗？哎，有请两位老师戴上工卡，戴上，可以给镜头展示一下我们的工卡。哇，真的是非常帅气，非常帅气啊！来，两位一起看一下中间。好的，欢迎入职，可以开始干活了啊！干活。好，来，我写什么？老师即将在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发布我们的微博，为做自己的光来进行宣传。好。我们目前已经准备好了话题和配图，然后两位老师可以自由发挥你们想写的文案。想写什么？对，就是喊大家来看剧啊之类的都可以。好，直播间的网友们也可以关注微博电视剧和新浪电视，能够第一时间看到他们俩发布的国文，并且进行互动哦。自己，我得想带一个小警号，我的小警号去哪儿了？这个吗？这个话题号，不好意思，对，新的话题，对，哇，这么厉害呢？不是做自己的光应该有自己的话题吗？会有，是的，有的。涛姐真的已经把我们很懂，非常赚了。我们做自己的光也是有自己的主话题，大家可以在主话题里面关注我们剧的最新资讯。你要写啥呀？我要写来了啊，做自己的光来了。你写你的吗？你看我的干啥？做自己的光啊！现在抄作业了，快来看呀！快来看呀！好的，他们即将发出200的。直播间的网友们可以准备去微博电视剧、可以了吧？新浪电视这两个官方账号首直接点发送可以啊。点了，多了一个账号。多了个账号。是后面那个。对。好嘞。哦，我可以操控新浪电视这个账号是不是？对，可以。然后后面会有网友的评论，然后你也可以翻盘。这个太厉害，我能不能用这个账号关注一下刘宇宁？可以，肯定关注了。你用刘宇宁关注一下我们吧。哎，我也肯定关注了，咱们一定是互关，而且是特别关注的。我跟你讲。好，好，回去就检查一下。好。发可以吗？那我们加一个，一张，加了点发送吧。起来点发送吧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好的，我们微博发送完毕了吗？发送完毕就太厉害 了，谢谢辛苦们。很棒。好嘞。担当我们的新小编呢，就确实发送微博的速度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所以我刚才速度一般。算快的了，谢谢。可以。好，那我们的这一趴结束了小编体验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了下一个微博发布会的环节。今天我们也特别邀约了一些媒体朋友到场，他们也替我们追剧网友带来了一些疑问，请二位来帮忙答疑解惑哦。好嘞。那在大家提问之前呢，我先代替我们的微博网友们问一个问题。现在已经是暑假了，很多同学都在准备考研或者找工作，可以用角色的语气或者剧中经典的台词来给他们加油打气吗？剧中角色是吧？这个考试的跟考试相关对不对？对，就加油打气嘛，考研或者找工作的。是这个，无论朋友们是这样的啊，无论这个你踏入社会之后做什么工作，我觉得都要热爱这份工作吧，然后呢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这个是最重要的。剧中角色的语气。
大家好，我是何欢。我知道现在很像是吗？很像，很像主持人。来，大家好，我是何欢。我知道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们在自己的人生关键期，我也知道现在的你们很挣扎很辛苦，但是没有关系，相信自己，你一定会做自己的光。哦，可以可以，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今天好了，主要可以何欢老师来担任。是的是的是的。好的，谢谢两位老师的加油打气。接下来就是我们媒体老师们的提问时间，首先有请搜狐娱乐的老师。哎，我把这个举，我们都举了是吧？这个，就一个就可以了。拿这个行，就这一个是吧？哎，大厂。好。那我这边先问一下两位老师。这个故事讲述自媒体创业，那两位老师为角色做了哪些准备？首先我要经常看一看刘宇宁的直播，因为我觉得他自媒体真的做得很好，而且在就是剧中呢，我也是拜他为师的。当然了，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也要真的关注现在的一个自媒体的一个发展，然后大家喜欢的感兴趣的东西，然后还有呢就是我觉得要了解方方面面，就是不一定说这是你喜欢的，或者说这是你接触到的，也许没接触到的，但觉得也好玩，你也要会去点击来看一看。我觉得就是广泛的去了解，然后去选择能够对这个角色有帮助的东西。哎，自媒体就是我专业的，就是嗨，就是当然这个现在这个自媒体发展的非常快，当然也希望这个通过这个东西能够让更多朋友把自己的生活也好或者自己的想法分享给大家啊。那如果两位老师需要用一种植物来形容你在剧中的角色的话，你会怎么形容呢？用什么植物？植物。我是什么呢？我是榴莲。为什么？你很臭吗？不是很臭，就是他是一个很有味道的男人。哇，这么有味道！是的，是的，是的，有很多人顶不住啊。但是爱的人就会超级爱。哦哦，那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榴莲确实是我还挺喜欢吃榴莲的。我觉得你应该是什么富贵竹？是什么东西？就是你高啊，竹子不就富贵竹吗？然后呢，就是往哪一放都觉得像一个哇，供在那儿贼高。哦，明白，还招财那种的。对，然后呢，结果你一到这个家呢，这个家开始兴旺了。有道理，对不对？然后呢，就是特别定力，特别足。有道理。然后，哎，又好看，个儿高。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我像个竹竿子似的，就这意思。杵那儿，杵这儿。主要是招财。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应该就是多肉吧。为什么？就多肉嘛，它确实就是减不下去，那个就是你知道吗？很多肉，它没办法减，减肥很困难。没有，其实他也是就像仙人掌一样，他是带刺的。他没有时间说我还有经常去欣赏自己的美丽的花朵，一朵一朵盛开的那种。他就是一个在那儿然后自带着自己的光芒。对，然后呢就是也是这样，懂他的人爱他的人一直把他放在窗台，然后呢阳光照射下来，他就会散发自己的光芒。真好，多肉啊，好嘞。你可以去买几盘各种各样的颜色，挺好看的。你眼中的合欢是什么植物？我眼中的合欢是什么植物啊？我觉得是，千万不要说百合的芬芳。我差点说百合，但是我想说好像百合不太好。我想想是什么植物？我觉得就是玫瑰花，是不是？为啥？又好看又浪漫。哦，你说的都对。那不然呢？随便想的，随便想的。好的，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网易娱乐的老师提问。哎，那老师拿一下网易娱乐的麦克。哎，这儿。好，这个、这是放下。反着放，因为话筒还得对着我们。他不收音的这个吧？不收音，但是画面上好看呀。啊，是的，好的。想请问二位搭档有什么感受？就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形容一下对方。感受啊，就是首先我觉得他真的很自带幽默感。我说一个，你说一个嘛。我觉得就是有个姐姐样。对，就是也在整个剧组当中也非常照顾我，然后包括在拍摄过程当中对手戏当中也带着我，就让我真的还不是客套话，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棒，有个姐姐样。
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反应灵敏，嗯，然后迅速变化，你就会能感觉到他的在变化当中他所有的一个聪慧。那就是仙人掌嘛，是不是？刚又不要适应能力强，不，你真的就是你，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容易笑场，因为我觉得他演的就，而且他经常会有很多就东北味儿，然后但是呢又觉得特别的对，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欠欠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啥叫欠欠的呀？嗯，对，就是欠欠的，就现在就是欠欠的。现在我拿，所以形容他就是恰恰的，对，嗯。那形容我呢，就是用东北话形容的话，就是，就是俊嘛，贼俊，就是好看啊，是吗？嗯，谢谢。咱们的剧名叫做《做自己的光》，也想请问两位老师，咱们自己在生活中的光是什么？生活中的光，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哎，这个朋友不太好啊，是我的粉丝吧，可能是这样的啊，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那些这些朋友陪了我，我也可能今天也做不到这个行业，然后也做不了这么多事儿，发歌也好，拍戏也好，跟我们涛姐合作也好，或者来新浪扫楼也好，做不到的，谢谢他们，他们都是我的光啊。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但我肯定不能跟你说一模一样。是你换一个，当然你的粉丝也是你的光了，对对对，你的观众也是你的光，嗯，因为他们给予我能量和温暖。我觉得我的光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我自己的内心。嗯，因为当你的内心坚定的时候，你内心就像是一个种子，然后在这个种子发芽生根开花的时候，一切才能够对外。所以我觉得我的内心很重要。如果我的内心它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念感和目标和所有的希望，那么这个光自然而然就会从内到外的散开。嗯，所以就是契合了我们的剧名《做自己的光》。是，点题了，点题了。嗯，好的，谢谢两位老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电视团大 V 提问。首先有请橘子娱乐。这个，好。好，谢谢你，娱乐的老师。哎，想问一下涛姐，最近随着剧的播出，很多网友都关注到涛姐对于情绪戏的处理非常有自己的代入感。太厉害了！想问一下涛姐，对于情绪戏的处理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方式，或者是说如何让自己快速的带入到这个情绪当中去？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当他一夜坍塌的感觉，我觉得世人都会崩溃的。当你真的去找到这种感觉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有一种很无力的感觉。我觉得借助这种无力，但是又不得不坚强，还要再去，就是其实它是内外矛盾的一种力量。内心其实是已经坍塌了，但是呢，你还得硬撑住自己。其实就像是一个木偶一样，其实他已经感觉灵魂都没有了。灵魂出窍的感觉就是一种情绪的变化，但是你又开始不停的，比如说像昨天人家问我为什么要扇自己一嘴巴，我为什么要不停的撞头，就是你要把自己找回来。如果你要不把自己找回来，不让自己清醒的话，可能你已经面对不了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找到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方法吧。嗯，好的，有请我们第二位电视团大 V 芒果台女汉子。哎，想问一下刘宇宁老师，哎，这个应该是您第一次演现代剧吧？是的，是的。然后，而且还是一个带有喜剧色彩的角色。嗯。然后想问一下，和之前的古装剧，你感觉有什么差异？我觉得首先在表演方式上会有一些区别吧，因为可能现代戏要更生活一些，就是你不能太端着嘛。太端着就觉得好像这个人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就是当时我也问导演了嘛，包括问涛姐，我说这个角色咋弄啊？导演就说说你就把你直播那个状态拿出来就是最合适的。所以呢，当时也就是其实就是比较放松，然后包括因为我之前也说过，涛姐是比较成熟的演员，就是我咋演她都能兜得住我，就是她会给我兜这个底，所以我就很放心也很放松的去演这个角色。嗯，妹妹，你也给了我很多的激发，真的是吧？如果你没有那么的松弛的话，我可能也
也没有办法说啊，哦，就是你知道吗？对，就互相是会影响。对，咱俩很多现场呢，有些其实都是自己对出来的词儿，其实有些胡说八道，但是看起来很搞笑。对，包括其实那个四个债主来追债的时候，对对对，然后我自己跑去说，那大家一起死吧，都别活了那种。其实那都是我们现场加进去的。对。我说我不能一直被你们压迫，我说我也要有反抗。对，人网友都说了，这四个傻子来四个人凑不足一个脑子，就是背着女的，就是直接制服了四个大老爷们儿，但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是有种比较诙谐，然后像是一种轻松的搞笑的方式，也不想让一个话题那么的沉重。对，苦大仇深的。对对对，虽然这个事情本身是很难面对的，但是如果说拍的很压抑的话，反而也我觉得用导演用的这样的方法，我觉得挺好的。对对对，嗯。所以就是这样轻松的氛围也让我们网友追得非常的上头，这一句。好的，我们也都知道两位老师除了演员身份以外呢，也都有另外的一个身份，那就是歌手。这次也合体为我们的新剧《做自己的光》演唱了 OST。 是的，是的。听了吗？听了。当然听了。片尾曲嘛，片尾嘛。叫什么名的歌来？叫什么？我真忘了，我真忘了。那个如果爱回忆，好，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微博乐评团的老师来到了现场，有请乐评人老师也带来自己的提问吧。你好，你好，我是来自微博乐评团的刘沈记，然后想问一下涛姐，就是如果说演戏方面的话，就是涛姐是宁哥的前辈，但是这次合作这个歌曲的时候，宁哥有没有给到哪些更多的经验和建议，然后你感觉有哪些效果或者是更好的体现？首先我觉得他蛮厉害的，不管是不是他演的戏，只要他唱了那个戏的歌，那戏就火，所以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有一种很神奇的这种运气。所以呢，我当然在要选歌的时候，我也会去问他很多一些，你喜欢什么？首先我们在拍的时候就会说，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歌，然后互相会发一些类型，然后呢，然后还有音域，我们得对得上啊、然后还有就是对词儿的和唱出来那个。对这个角色的这种感受是不是能够匹配？因为我们毕竟是合唱嘛，对，所以其实沟通还是挺多的。但是到最后，我每一次录完一遍，我就会发给他，我说你快点，你再帮我想想，还有什么？他说哎呀，可以了，那就是我还是会问很多很多的问题，真的是去请教他。也不算请教，因为作为歌手来说，我们涛姐是前辈啊，她在好多年前发过专辑，那时候我还啥也不是恰恰的、还啥也不是呢。但是涛姐是，其实她对音乐这一块的要求也蛮高的，因为最开始 demo 递过来的时候，她就一版一版给我听，说这个可不可以，然后呢她说觉得这个词可能需要小小的修改一些会更合适一点，然后包括我们之间对 key 啊，然后录完一遍她说这个可以吗，我说挺好的啊、他还是觉得不满意，还对这样，还说精益求精，真的是啊。他其实，在音乐上比我更专业。我走了啊。你真是专业的。我走了。那想再问一下宁哥，就是这一次在这个主题曲和片尾的这个诠释上，觉得演绎的视角会和以往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可能这个，因为片头曲嘛，它是那个比较。我觉得是比较积极向上的一个，我之前唱的基本都是要不是情歌，要不是武侠风比较重一些的，或者是那种情歌，但这个呢其实就是唱的是一种人生的状态吧，我只愿朝着光啊，一路奔波的那种感觉，其实也会给一些年轻人包括正在打拼的人一些力量的那种歌曲吧。扫楼直播开始之前呢，也跟我们微博的粉丝朋友们征集了对两位的问题和祝福。接下来就由我来当他们的嘴替，来传递他们的问题和祝福啊。现在我们是在直播对吧？对，正在直播。因为我听着，扫楼直播之前，刚才都没有在直播。好，你不好意思，直播的，从我说开场白开始就在直播了。好的，首先是对我们的涛姐想说的，她想对你说一句土味情话。她说：“我想对刘涛说，今天吃了一个桃，你猜是什么桃？”水蜜桃，爱你再劫难逃。哇，好土啊！有没土的？好的，好，接下来是网友对你有一个祝福啊。
随着暑假的到来，何欢也来了，想对何欢说，欢欢加油哦，看你面临着过山车的生活变化，但你依然坚强，我们会一直支持你的，我们一起勇往直前，无需谢光，自己亦是光。谢谢。嗯，好的，接下来是给我们宁哥的。哎，网友提了心愿说想听刘宇宁唱别来无恙。这个好像不用了吧。别来无恙是什么，是什么歌？这别来无恙。眼泪逃出来落在了我手上，明天的在路上，蝴蝶飞过来沉睡在我肩膀，轻轻地挥一挥翅膀。我都忘了我自己的歌，谢谢各位，谢谢波波，献丑献丑献丑了。你最后那个啊，其实是这种的。嗯，哎，谢谢。好，接下来网友们也有个祝福要带给宁哥，希望老大可以继续保持初心，未来越来越好，希望大鹏公司能够日渐壮大，一起努力为宁。我的心愿菜单是希望可以抢到明年的演唱会门票，顺利参加最少一场演出。好嘞，明年有演唱会啊？是的，是的，明年。哇，在哪儿啊？哪都有，十场了。哇，那我去哪儿啊？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每场都给你留个座位。谢谢。好的，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游戏环节啦。我们游戏环节厉害了，胜出的老师可以有让对方为自己实现心愿的机会哦。哦，首先第一个是 yes or no 默契大考验。我们会分别为两位老师各准备五个词语，分别是何欢和蒋俊豪的人设标签词。两位老师分两轮进行，每一轮一位老师看到自己的形容词后，另一位老师可以通过提问的形式得知大概的信息，对方只能回答是或不是。每个人有五个词的机会啊。考验你们默契的时候到了。好的，那我人设词掉地上了。好的，来，我们先，你们俩可以定一定，谁先猜呀？我先猜吧。哎，我都没听懂，没事，不重要。来，我先猜。行，那就是先是那个何欢的人设词，高姐先看一下啊。就我，你看了之后记在心里，然后他向你提问，你只能回答是或不是。就是这是我的人设。对。OK， 好。好的，我要问他是吧？我问你啊。他问我人设词啊。对，是形容一个女孩长得好不好看的吗？我是想让他猜中还是不想让他猜中，这个就看你们的想法了。因为就是赢的人他可以获得让对方实现心愿的，就是不能让他猜中。不是啊，是不，你得说实话。是啊，实话就是他不是形容一个女的好不好看。那是他形容一个女孩性格的吗？不是。那是形容一个女孩跟女孩没有关系。跟女孩没有关系。嗯，那是形容一个男人，就是没有。我这个好难猜啊。这个这样吧，我给我第一个，我让你我好，给我点提示。对对对，缩小一下。对，这是一个和工作有关的。工作有关的。认真。不，它不是一个形容，它是一个工作单位。我是只能说是和不是，对吧？对，但是工作单你们就是怎么样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我让你猜中的话，我就告诉你这是何欢的工作单位。电视台。对呀、啊。好。这不是人设吗？就是和这个角色相关的、相关的东西标签啊、关键词。不好意思，他的性格。对不起，对不起，嗯。哦，电视台。这会儿搞懂了，明白了。好，到你猜了。接下来就由我们的涛姐来猜。给到我们蒋俊豪的一个人设关键词。行，那我给你个范围，然后你猜吧，是吧？咱俩都互相的，这因为确实会有点难，开放式的。他跟一个动物相关的词。动物。当然跟蒋俊豪也有关系。跟蒋俊豪也有关系。动物。蒋俊豪，猫狗啊、蜥蜴，蜥蜴，对吧？蜥蜴，是吧？蜥蜴为什么会有蜥蜴这么一个？因为这是他兄弟，他有什么啊？二弟、三弟。是的，是的，因为那个剧里面蒋俊豪养了两只宠物啊，是他的两个兄弟，是两只蜥蜴。现场拍摄的时候有关于蜥蜴什么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吗？握手。哇，那个蜥蜴太吓人了。但是还挺好玩的。对，真的，你真的认为好玩吗？不是，我是觉得他一直在你身上，就是对，一直停着，不是他脸上，这是那个蜥蜴，就是刚开始拿过来的时候，我以为是小的那种了，就这么大，
而且长得特别的就是恐怖感觉，因为我看到这种冷血动物我会觉得有点瘆得慌。嗯，然后但是后面呢没办法，那玩熟了，对，你在演的这个剧里的人呢，你不能害怕他的，所以强行动啊，强行动也变成了好熊。是，但那个蜥蜴是真的是臭。好的，我们下一个人设关键词。哎，好，这是我的，那我这次就不提醒你了。对，你给我个范围嘛。好。嗯。他俩开辟了这个游戏的新玩法。对，一定得有个范围，要不猜到天亮了，天黑了。是的。嗯。这是，哎呀，我一说你就知道了。我也不一定，我是傻子嘛，我只有半个脑子。那你试试，你傻还是不傻？我傻傻傻。荷花是干什么的？嗯，祖师爷。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傻不傻？哦，我傻，不是你傻。那其实你可以把范围放大一点，比如说一个职业，啊，是这样的，是不是？嗯，祖师爷和荷花有关的，还是很容易猜中。是的，是的，是的。好，接下来我还有一个啊，来再来一个，嗯。你不要给我范围，你让我瞎猜，这样。嗯，我跟职业相关的嘛，跟蒋劲豪身上跟职业相关的。主播。No， 还有什么？主播，你啊，厨师。No， 这么多职业呢，蒋俊豪。多才多艺的，真的是。就是主播，你还干什么了？带孩子。No， 牵着保姆。你咋不听？句外能够打通的一个职业。嗯，还有一个职业。保安嘛。是，那不是你的职业，那是你假装的，你并没有干过。一个关键词就是职业嘛，保安嘛。嗯，给了一个小小的提示。是的，是的。好的，我们最后一题。最后一题了。嗯，两个人分别的这么。哦，嗯嗯，不太好猜哦。哎呀，这个天哪，我都说什么呢？何欢到最后他做了什么？做这事儿多了，亲了我一口，不是，哎，不是在那之前，啊，在那之前啊，离婚，是这个吧？不，倒是也没什么毛病。他还干了什么？他干了什么？干了件比较大的事儿。哦，这两件事都也离婚是小事儿。哎嗨。感情没有关系啊。他做了个什么对他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自媒体。对，那这个自媒体叫什么？星辰书屋。哦，那是我问错了。对不起，哎，我问错了。再说一遍，再说。我就是我看到的是前面，但我脑子里想的一直是后面。哦，这是前期的故事。读本好书，是吧？是读本好书。对对对对对。哦，星辰书啊，读本好书。我真的，你不要让我玩游戏，这我就是个傻子。可以可以可以的。好的好的，嗯，啊，接下来你说。哎，那你已经赢了呀。在这部是一个食物啊，嗯，一个食物。嗯。然后呢，就是，对，猜吧，一个食物，还有说啥呀？食物什么？是一道菜。什么菜？嗯，干什么呢？就是吃的呀。不是，在这个菜里，不是这个菜对这个剧情有什么影响吗？哇，绝了！就是因为这道菜，才有一个开始。那不就泡面吗？啊，没错啊。对不对啊？那不就泡面吗？泡面。啊，泡面。好的，答对了。两位老师觉得这一轮谁表现得比较好？哎，那当然是他，我呀，他。差不多吧。他表现得好，起码我第一个让了你，帮了你，改变了游戏规则。是的，就是这个，对吧？游戏格局大了一些。对对对对，格局大啊！因为我的格局大，让你也没有输。你们可以讨论出来谁获得了许愿权。你许吧，你决定。要我许的话，就是北京一套房，我觉得也不太能满足。北京没有房子啊，你许一个。涛姐许个愿，让他帮你实现。他能帮我实现的愿望，哇！比如让他发一条微博夸你。啊，不用。我觉得，比如让他干嘛呢？嗯。突然有了许愿权，还不知道该怎么许了。对。
让他每天为做自己的光发三条微博，直到这个戏播完。哎，当然没问题，这是我心甘情愿的。距离播完还有半个月，也就是45条微博。谁说的？到江苏卫视播完。啊，64条微博。每天发三条微博，真不错。全部都是跟你的剧情有关的。啊，可以。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场所有人都记住了哦。可以可以可以。谁答应了？那、啊、我的粉丝估计辛苦了，对。哎。对，可以发不一样的呀，你那么聪明，你那么多的花絮，那么多的剧照，你把你所有的花絮都发，要不然我把你的花絮给你，你自己发。是的。已经两位老师已经开始讨论如何运营这几个微博了。没问题。好的，那我们也刚看到游戏里两位老师其实还是挺有默契的。嗯。说到默契值，两位老师合作期间觉得最默契的事情是什么？最不默契的是什么？能回想起来吗？最默契的就是每天见到对方，真的觉得百搭。对吧？是的、真的百搭。我觉得这个默契让我自己都觉得好奇怪啊。嗯，就是每天就因为他反正就是每一场戏就是他选他的衣服，我选我的衣服，然后我们到要开始开拍，两人一对戏，哇塞，就这个画面已经默契到觉得都已经就是就跟情侣装是每场都是故意了感觉。后来到我说要咱俩要不要换一下，我说你这个因为前期可能还没有那个没到情侣的那个。对，你去看那个，比如说我刚入住他家那个时候，你看我莫名其妙穿了件蓝衣服，他一开门我一看蓝衣服，就是这种的，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很搭。这个、是真的默契、是的，是的。有最不默契的事情？最不默契的？最不默契的事儿啊？有啥？完了，他俩想不出最不默契的事儿了，因为太默契了。就是刚开始比较不熟，然后呢，到刚因为我们是不是顺拍嘛，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拍的是最后面的场次，比如说篮球场啊什么的，那都是我们刚开机的戏，那个时候相对来讲就彼此真的就借位借到不好意思的那种，哎不好意思，其实就是哎我假装就像跟他说话，然后后来我就想哎呀完了完了，我说这样会不会不好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彼此觉得有点哎呀，互相很尊重对方啊，对对对，就是后来不好意思，还有后来就是他有时候拍戏的时候他也会这样，后来我们发现不对，两人就聊了一次，说不好意思啊，咱俩呢可能有时候过于尊重，客气了，不能太尊重，这样会不会对这个戏有时候就是会影响人物关系？对对对对对，然后两人聊了一次，然后导演跟我们也聊了一次啊，然后说哎呀，其实这个角色里的东西，他说你们代入感其实不要那么就是。平时生活中彼此过于尊重啊，所以什么的。是的，是的，因为那时候毕竟刚开机嘛。刚开机的前三天，后来我们都重拍了。是的，后来就好了一些，好了，好多了。为了呈现更好的剧情。对，是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环节——列文虎克大 PK。我们做自己的光呢，7月17日已经在优酷播出了，大家都追剧了吗？对的，两位老师有追剧吗？当然，我必须的。哎，那这个肯定难不倒大家了。我们一共准备了5张剧情细节截图，其中不乏也有未播出的剧情哦。两位老师可以抢答看看这是哪一场戏，抢答对后可以再剧透一些拍摄背后的趋势。好，好，首先我们第一张截图，这什么东西啊？在哪儿啊？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法制节目，这是就拿那个玻璃瓶砸他脑袋，这个是、砸头那个。对，这个玻璃瓶其实当时我们道具做了3个，这个用糖胶做的。对，然后呢？用糖做的。对，结果我刚开始拿出第一个，啪就碎掉了，然后说完了，今天只有两次机会。然后后来就是导演就再也不敢让我碰这玻璃瓶了，他说我怎么碰什么什么就碎。那其实最后砸成功是导演砸的嘛，花絮里也有嘛。对，其实是第一次他砸，涛姐砸了一回没砸中，结果那个还该巧不巧那个没碎，扔在沙发，最后还剩了一个，他剩了一个，然后后来导演说我来吧，直接一次就成功了啊。还得是导演，但其实导演心狠，他不舍得，主要是他。但其实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恐惧感还是会有的，因为你不知道就是他到底有多硬嘛，那个东西。好的，那我们下一张截图。
这个是那个《讨债联盟》的一个歌嘛？哦，他总说什么的？他那个他总说有才什么一席发这个。这个我跟你讲特别神奇，算了，这个好像这个内幕不能讲啊。这原我想形容一下吧，因为这个歌呢，原本我们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歌曲去套的词嘛，但后来那个歌曲那个版权方不卖，不让我们用，然后我们重新写了一首，这是纯纯为了这首歌重写的一首歌，我们剧方写的啊，非常好啊。我说怎么？哎呀，那我刚都唱出来那首歌。是的，是的，是的，套了一个经典的曲，但是人家那个版权方他不卖，后来我们没办法重新弄了一个。嗯嗯。好的，我们下一张截图。啊，这是唱歌对吧？对，这个是带你去那个，这是后面的剧情了，后面就是广场舞那儿，广场舞的地方。嗯嗯、对对对，这个其实挺可爱的。那天晚上我们拍到个凌晨三四点钟，差不多啊、嗯。后来你走了，我还拍了一场戏呢。哦，在那地方拍的是吧？对对对对。哦，明白。那个是我第一次学他的那首歌，我太厉害了。就是那个歌，涛姐是之前没有学过的，但那天呢听了两遍之后现学，就跟着我一块唱。那证明你这首歌朗朗上口，就是一首好歌。说得好。他俩真的太好笑。说的对。好的、嗯、那我们下一张截图。哎呦，哦，这个我知道，比心，比心啊。哦耶，这是谁在比心啊？就是我当时比心嘛，就是那个、嗯、啊，还有台词呢，等你那个、嗯、啊，这场戏其实拍的特别的，怎么说呢，其实特别记忆深刻吧、嗯、因为它是比较重场的一场戏，那天需要情绪非常饱满啊，然后呢涛姐那天也带着我嘛，嗯嗯，带着我演，因为这场戏其实也是我们开机没多久拍的，差不多对、嗯、但是其实是最后的比较重场的，很重场的，很重场的啊、嗯、很期待。但这场戏其实真的挺美的，拍的真的也挺好干，看这个挺感人的、挺感人的，就大家会哇，就哇就会这样、嗯、就会甜到我们。好的，我们最后一张截图。 哇塞啊，这个是那个贴，给我贴那个奖、小孩的奖品。对对对，这也是后面的剧情了。对对对，这个就是他突然出现在了我的班级里，然后我奖励了他一个。对，就像小朋友表现好，老师就会奖励一个贴纸啊。嗯，后面还有非常多精彩的剧情。哇，可太有意思了啊！嗯。好的，这个环节呢，两位老师其实也是不相上下，但是因为上一轮我们涛姐已经许过愿了、嗯、这一轮就换您哥来许愿。我许愿北京一套房。没有许愿，那就当然我知道涛姐非常爱这个角色，也非常非常支持这部剧，那我每天发三条，那你发一条吧。啊、哦、那我肯定我每天都得发一条。啊，是吗？是这样的。那好，那就是那这样吧，你那个，我要求一个过分的嘛，嗯，涛姐，就是明天发一条微博，那个发一张我的照片，嗯，说刘以宁真帅，这不用发，你发张蒋俊豪的，发张蒋俊豪的照片，你说蒋俊豪真帅，嗯、可以吗？可以，那不是，是可以，是可以的，就这么为难吗？这么的不愿意说谎，不为难啊？没有没有没有，可以，但这样好吗？你有什么不好的？哦，那可以啊，我没有问题。有什么不好的这个？哦，支持一下啊。然后我能这么说吗？蒋俊豪真帅，你们说是不是呀？嗯、底下全都是给你就是。可以，我们的互动话术拿捏了，是不是？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是我们和网友们的实时翻牌的环节。两位老师可以看一下现在直播间的弹幕，如果有感兴趣的问题，可以随时回答。直播间里的大家也抓住机会，趁现在狠狠提问吧。嗯。他们现在正在看哦。哎。老婆说能不能换个眼镜，不能啊，今天早上起来眼睛有点肿，所以这个不能摘啊。哇，刘宇宁真帅，你看蒋俊豪真帅，你看人都现在都开始弹幕就开始刷起来了。那你也得发、哦、我发我发我发。涛姐在跟弹幕学夸人话术。是的是的是的。有朋友说让我们二搭，哎哎，这个可以啊，是可以的啊。二搭你说我们演什么呢？你演我二姨吗你们？没有，那个他就天天夸你那个，对，天天夸我那个，天天让我清唱那个。唱歌。啊、刘涛好美。嗯，
发自拍，刘涛唱歌，要合欢的衣服，哇塞，觉得我衣服好看呀，谢谢。很贵的。合欢母亲去世了吗？哎，你看下一步就知道了。哦，我要回复是吧？我跟个傻子，对对对，回应，我就嘴上回应就行了，我不用回复对吧？是的。对，有一场戏是这样的，他们问说那个有一场，我不是把你那个身份证放在衣服里吗？他们问咋掏出来的，当时。哪场戏啊？就是你忘了，你去那个租房，然后咱在那个租房大厅里，我把那个，我说这个我让你办不了业务。对对对对对。扔进去，啊、嗯，他们因为我是转过镜头拿的嘛，他们很多朋友怀疑说掉下面去了，没有，所以没有就在衣服里，因为这个裤腰带一绑就在这个肚子这块儿。所以你是再从这儿拿出来的、啊？我把衣服一掀就是拿出来了，嗯，啊，有意思。好的，那我们回应部分到这里就先结束啦，我们进入下一趴。听完两位老师的分享，我们对做自己的光多了很多了解，看来咱们光临场面真的很多啊。是的。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我们特别选了已播出剧情中何欢和蒋俊豪的名场面，我们今天换一种玩法，两位老师可否互相演一段对方的名场面呢？好的，来，我们上一下我们名场面的台词吧。就是你演我，我演你是吧？哦，来先。那我演蒋俊豪，是的。那我就说合欢的词儿，是不是？是的，是这意思吧？就我们就对简单对对词儿是吧？啊、OK， 来、那就边对就边演了呗。哇，这么考试呢？来，瞎啊！来，何老师，合欢，你怎么跑这儿来找我了？你在这上班，我当然来找你了。我不是哦，你在这上班，我当然来这找你了。我告诉你，你不要到我上班的地方来找我。哼。如果你怕丢人的话，我还天天来。你必须今天让欧凯哥给我出来。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你在那骗我了。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不是，你不知道他在哪儿，我不行啊。我告诉你，你别来烦我，不要到我上班的地方来找我。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你别骗我了，行吗？我没有骗你。我告诉你，今天这350万我必须拿到，要不我餐厅开不下去了。你帮我想想行不行？何老师，你帮我想想行不行？我走了啊，就没了，让你跑了，是跑了，就这。我们还有第二个名场啊，还有啊，第二个啊，在哪儿呢？有，不，下面还有一段词儿，我看到了。还有一段。这样，那这样吧，他说刘宇宁咆哮式演绎何欢发疯，我觉得这样吧，你来一遍，然后我再来一遍，然后要不我先来也行，然后你再给我来一遍嘛，因为他就一段词儿嘛。可以吗？因为这是你的台词，我先来。你是不是要？我怕你挡住你的脸。我不重，我的脸不重要，已经丢大了啊！来，你媳妇要跟你离婚，我老公抛妻弃子，现在下落不明，你朋友欠你150万，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了，我要扛1000万的债。你们不活了，好，行，死，别活了，要死一起死，都去死，都别活了。哦，是那场戏啊？是那场吗？啊，对，哦，很精彩的那场。你当时其实大部分的词儿都是你现场即兴的吧？对，就刚分享过了。对，我觉得就特别的投入。来，那到你了，我说完了。你媳妇要啊，来，三二一 ，Action！ 你媳妇要跟你离婚，我老公他抛妻弃子，到现在下落不明，你朋友欠你150万，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要去扛1000万的债。你们不都要死吗？啊，走啊，死啊，都别活了，要死你去死！别活了，来着点，哎呦呦呦，急眼了啊，急眼了。好的，今天的直播别拦着，非常精彩。现场看到了两位非常精彩的演绎啊。嗨，那我们怎么了？我们超级精彩，我你啥呀？你这是真的很精彩。今天的直播到这里，虽然很舍不得，但是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接下来我们两位老师就准备前往我们的新浪同事们日常工作的工区，去为大家派送礼物啦。哎，听说两位今天为我们的小伙伴们准备了很特别的礼物，太特别了。好，那我们直播这条结束了，现在就最后再跟网络上的朋友们再说个拜拜吧。那我先说吧。大家感谢今天所有好朋友们的收看，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做自己的光，也把这部好看的剧推荐给身边的所有好朋友们。嗯，是的，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的推荐给身边的人，身边的好朋友们啊、安利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剧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好看。我相信对每一个看的人都觉得哇，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戏。是的，越看越好玩，越看越轻松，而且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桥段，我觉得还是挺抓人的。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做自己的光，多多支持，多多支持。下回见，拜拜。到这里就结束啦。来来来。